面对专业医护人员短缺的全球趋势，医界朝向引进数位化医疗设备，大幅提升资料传输与记录的速度与正确性。除了可以有效运用医疗系统人力资源，也能提高诊断效率和品质。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单一设备整合成全面的智慧医疗诊断整合解决方案，以更聪明、更方便、更准确的软硬体组合，协助传统医院转型为智慧医院。位于北台湾的宜仁综合医院，总病床数约310床，提供16类次专科门诊与24小时急诊。过去18年来，服务将近500万人次，是备受民众信赖的地区医院。对于进行智慧医疗的专案，最主要有两大的动力。第一，是希望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让民众就医更方便。第二个动力是建立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减少手写作业及不必要的繁琐文书处理，让护理人员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照顾病人。宜仁医院强调以人为本，深信只有快乐的护理人员才有快乐的病人，所以在资讯化的脚步上，首先应该着重于护理资讯系统的智慧化。举例来说，传统行动护理推车移动相当吃力，当蓄电池耗尽，护理工作被迫中断以进行充电，故障时还需停工待料，对护理师与医院资讯人员而言，增加无谓负担与虚耗。 Venus 是专为医疗目的开发的 All-in-One 平台，除了 Intel 处理器带来的高效能、低耗电、轻量化外，也加入更多使用者友善的设计，更行动化、更智慧化，减轻护理人员负担。首次采用互为备援的双电池设计，除了减轻整体重量达20%，更换电池不需关机等待，护理工作可持续24小时不中断，充分发挥工作效能。医阳延伸此种设计，打造智慧电源解决方案U-Power， 支援热插拔与资讯传输，为行动数位医疗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稳定电源与远端电子医疗记录管理的基础。护理人员工作繁重并背负极大压力，传统的交班记录依赖人工书写，容易因人为因素造成曲解或遗漏。透过电子白板，以点选方式让状况交接的流程标准化，连接病人电子病历与医护历史记录，随时透过 WiFi 远端更新，以易于理解的方式保持病人最新状态。为了提升病人住院疗养期间的生活品质，医阳开发的床边多媒体机可提供包括数位电视、网际网络、游戏、点餐等休闲娱乐，也可通过播放卫教影片、检视医疗影像或调阅个人电子病历与处置过程记录，让病人充分掌握病情与预后情况，帮助医病沟通，促进医病关系的和谐。宜阳科技成立于2010年，我们的目标是提供高效率、智能化的医疗资讯解决方案，采用 Intel 新一代低功耗高效能的运算技术，自行开发了护理车专用的电脑、电子白板、床边多媒体机，大幅提升了护士工作的流程，让护士有更多的时间照顾病患，满足医院的需求。在导入智慧护理的解决方案后，医师及护理人员效率明显提升40%，资料的正确性达到100%。更重要的是，护理人员及病患的满意度得到全面的提升，真正实现了智慧医院的目标。现在的医疗环境比过去的复杂度较高，医院必须重新思考未来要照顾病人的类别，提供更多元的服务种类及方式。未来宜仁将持续在硬体设备及智能系统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建构宜仁成为台湾智慧型医院的典范，更期望与国际同步，成为国际一流的智慧医院。